名山出名茶，名茶药名山。中国武夷山盛产秀冠东南的武夷岩茶。武夷岩茶具岩谷花香韵味，在冲泡七八次之后依然有浓重的茶香特征，而岩茶中又以大红袍最负盛名，位居武夷岩茶十大名葱之首，素有岩茶之王的美称。一采二捣青，三摇四围水，五炒六揉筋，七烘八剪梗，九覆十筛分。大红袍的制作工艺是工序最多、技术要求最高、最复杂的茶类，其制法极为精细，